好朋友优侠黄文贤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小铃铛，节目就要正式开始喽 ，Let's go！过马路的时间很短，大家要小心哦。要跟上哦。好，我们最后一个点，电影图书馆啊，这里停一下，一样我们拍个照就准备骑回学校喽。那边有交通标志的交通标志墙，那边我们先在那边会先稍微拍个照，就不用再停了。来，穿越轨道，加快脚步哦。是中校国小的校外教学，我们来看看大港中生。大港中生的演奏时间呢，一到四是10点到20点，每隔一小时会有一次。然后周五到周日呢，到10点到9点，每一个小时呢会有一次。那这个中生会有飘来什么音乐？我们来等一下看看，有37颗固定的音乐钟。及一个摇摆钟，来，我们看看这个音乐会多好听，你们要不要听？要啊，要。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户外教学，因为其实我自己也学到东西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哦，到了我这个年纪，还有东西可以学。我数十一下，哎，没错啊，哎，谢谢欣赏啊，表演结束。哎，所以现在是真的是11点呢，哎，有没有听到？听敲，你们有没有人数？敲十一下。有没有人数？我有数，再敲十一下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准备。我们去散步喽。骑脚踏车下来。我数十二下。你数十二下。你们家有没有人上个礼拜有来看翡翠骑士的？就在那边，我们等一下从那个战七库哦绕一下，我们就准备骑回去。来哟，休息了呢。回来了吗？我们准备走喽，准备走喽。来，准备去战七库，我们绕一圈哦，就准备绕回来喽。啊，哎，谢谢哦，谢谢。来喽，跟上喽，跟上喽。我会经过。哦呵。不见了。我们会经过那个上个礼拜，那个日本来的翡翠骑士的表演场地啊。
就要写战术库在墙壁上。妹妹，让我录，让我录。妹妹。让我录，我要录一下他在尿尿。啊，尿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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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家姐。啊！怎么可能拿尿尿的水洗脸呢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那是自然水，那是自然水。怎样啦？你吓我！是皮孩，你们就数这个就可以数两天了啦。不就在学校旁边下了课才洗把脸。这次尿完，我们就要往宇宙树的方向移动了。学生应该放一个这个。每三十秒尿一次的尿小尿娃娃。哎，我们没有说会尿的。哎，好了，十秒，尿完了，好，走了走了，两次了，尿两次了，不能再让他尿下去了。要在中间的可以自己到中间来哦，好的吗？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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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家过来拍照过来。来，可以牵着车骑着车过来，没关系。哎，不用不讲，没关系。对对，就像这个小朋友一样。来来来，都骑过来。爸爸们骑过来，没关系。对，就骑过来也没关系。快快快，我们拍张海豚。重点是这个字啊，大家不是、啊，重点是大家有奇怪、欸。好，来，车子跟人一起进来也没关系哦。帅哥妈妈，帅哥妈妈，正妹妈妈都过来。好，我来拍照。好，来看这边哦。来看一下哦，切一下哦，比较切俱乐部。好，看教练那边。来，小举臂。教练，你带前面。等一下哦，林彦辰，等一下哦，不可以超过。大家往前靠，往前靠。我们等下一个红绿灯，我们等下一个红绿灯。来，我们可以往前，因为这个时间比较短、哦。比较短，大家尽量往前靠。我们一次就过，只有三十秒，所以大家尽量往前靠。这个红绿灯先不过。这个不太短了。好，这个太短了。先往前靠，都尽量往前靠。我们等下一个绿灯，大家就全力的赶快走，因为这个红绿灯。我们等下一个绿灯哦，等下一个绿灯一起走。继续往前靠。走，三十秒开始，快！教练，从这边，我们骑到前面好了。好，那个它有一个监狱区，可以转过去。慢一点，哎，不急，骑车不急，慢一点，对。准备到最后一个点，电影图书馆啊，这里。
下，一样我们拍个照就准备骑回学校喽。谢谢收看，节目结束了，有什么疑问留在下面的留言，我会一一的回答你。下次节目见，拜拜。